狼人总部猫，我发现了一个无敌点位，谁要跟我去？切，辣条，就你那个技术还躲无敌点位？小丑竟是我自己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自己躲。首先我们利用喷泉来到墙壁上，接着再从边缘跳下去，就到无敌点位了。我来。辣条，这就是你说的无敌点位？这太臭了吧。哎呀，爽子，成大事者要不拘小节，不就是问水吗？问问不就好了。那你说说这个无敌点位哪里无敌了？因为想要跳到这里，首先需要高超的跑路技术，其次还要一直按住空格键维持在分水里不会掉下去。啊，辣条，那不早说，你也没问呢。最后我们再利用炮的动作隐藏身体，而且还能卡视野观看旁边的动向，你就说无敌不无敌？无敌是无敌，但是我躲哪里啊？我躲在外面不是很容易被人发现吗？你躲哪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刚刚不是还说不跟我躲吗？好啊，臭辣条，你居然卸磨杀驴。不是杀驴，是杀猪。可恶，臭辣条，你竟然骂我是猪，你给我等着。切，等着就等着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哎，那不是果冻吗？果冻，我去，谁在喊我？妈，有鬼啊！溜了溜了溜了。哈哈，这也行，躲在这里就是好呀，不仅能观察狼人，还能观察队友。喵！可恶，这群猫躲得也太严实了，竟然一个人都找不到。杀！哎，那不是小王子吗？这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躲得全部费功夫。嘿嘿，小王子，给我洗脸吧。奶茶，等一下，别找我，我可以带你去找辣条的无敌点位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要不是这个臭辣条骗我，我也不会被你发现。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好，只要你带我找到辣条，我就不抓你。好，太俊，跟我来。辣条就躲在这个女厕所里。什么？辣条的口味也太重了吧！竟躲在女厕所，难怪我找不到。嘿嘿，臭辣条你完蛋了！都过去半天了，狼人都看不到。我就说我这个点位是无敌的吧？狼人要是找到我，就干嘛？我就大吃一惊，我都把身体埋到粪水里了，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当然是小王子告诉我的啦！嘿嘿，臭辣条，有走蛋的！可恶，小王子，你个猪队友竟然背叛我 ！No God, please no！